好美哦，很适合卡姐，这期卡会喜欢这个哈。刚刚眼睛眨都没有眨一下，真的吗？来，麻烦介绍你们的团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南京的1758。哦，好美哦。程潇主理人，觉得这支舞怎么样？因为我们实在是太熟了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合作过好多次，然后有很多出圈的舞蹈其实都是袁彦老师编的，比如说之前那个《如梦令》是袁彦老师编的。包括台上的这些人也是经常合作，见过太多次，就是太熟了。然后平时都是被虐的，今天终于能坐在这里看了。其实袁彦老师的舞蹈看似好像很简单，但是其实他都是那种，虽然很慢，但是他的控制就是必须要非常的准，然后卡点非常的难。大家肉眼看会觉得很简单，但是我跟他上课的时候，我真的学不会，让他们在那拍视频，然后我工作人员在那狂笑。就是其实还是很难的，然后也是希望更多的小众舞种能在这个节目上给大家科普到。It was very soft and like the song was like as if I was drifting on top of a cloud and you guys were like little angels on top of a cloud. 哇，这个形容好美。袁野 ，She was being very elegant and being very classy, effortlessly showing power.That's, I think, very powerful. 而且我觉得每一位舞者是真正的享受在这个舞蹈跟肢体之间的流动。甚至袁野他在前面有观众在欢呼的时候，他会有那个 Beyonce 才会有的那种，看旁边，那个互动非常好，他不突兀。这么开心啊，袁野，这么开心，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开心，好吧？就是怎么说呢？很难得，不仅仅是很难得吧，可能真的是这辈子第一次，在一个电视舞蹈的平台上跳一个真正我自己纯粹的风格。对，因为一直以来。
一直以来我们一直在各种类型的起舞比赛嘛，包括WOD HHI， 在竞技型的赛场上，其实我们这种风格是很难存活的，对，因为不太有攻击力，没有什么竞技性。然后这一次邀请就是找我来参加舞社的时候，他们的意思就是你就做你自己想要的风格。我说好，我来。你们选这首歌我非常喜欢，就是当这个歌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哇，这个歌我很爱。要不我帮你找一套这样的衣服回家自己感受一下啊。这啊，我觉得我有一条新的，有一条新的啊，卖家发多了一条。大家是不是很想看？大家期不期待？期待。李斯丹妮小宝贝，期待。期待吧。高瀚宇走吧。哦，我走，我走，那我走。其实高瀚宇主理人就是他这个尺码有没有？其实可以给他也来一套。对，你就穿这个漂亮裙子，咱俩一起跳广舞怎么样？咱俩一起穿这个跳广舞，好不好？警卫把他拖出去，好不好？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我错，我输了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你赢了。杨丞琳主理人，其实娇妮有跳过你的歌，我知道。对，而且你好像有转发，对不对？娇妮从很多年前就会用我的歌来做编舞，她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舞者。然后到了了不起舞社第一季的时候，我意外的看见娇妮，我是很替她开心。平时我都是看到她在替我打call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行动，就是为她打call，所以那时候我就特意发了一个微博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她，喜欢她。对，是他昨天晚上发朋友圈，明天要见到你了，好紧张。是吗？对。演唱会娇妮也有来， 对吗？我也知道。就其实我就是喜欢陈琳很久了，我家里还有好多陈琳的专辑，以前就是贴吧。我贴吧，真的很老了。很早，十几年。就是签名，然后我家里全是。对，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怎么说，就是其实反而我看到你在跳舞的时候，我是崇拜你的，所以我不太懂你喜欢我的心情是什么，因为我也很喜欢你。对，然后因为我知道娇妮她作为一个 solo 舞者也可以展现得非常好，我不知道你今天有带来什么准备吗？就是有没有办法来一个随便来哪个，随便来，让陈琳姐姐那个点菜，那就黑色月亮。我的歌，我的一首演唱会必唱的一个冷门歌。哇哦，那我得套一个衣服。Thank you.
在自己的偶像面前，觉得好棒哦。陈琳姐都看哭了。